下呢是新北国王再把这个胜利给拿回来。强森，哇，这边是一个高难度的翻身跳投，伤愈归队的第一个。空间感才可以发挥出来啊，因为在这个赛季他的外围投射表现的并不好、哇，篮底下强森的勾。在三分外围的出手，这是一个三分球，这就是差距了。因为中线要再到篮底下，这边是来一个第一时间的双手暴扣，哈哈，宣。自己再抢一个，篮底下三分，又是转身，又是强森用双手把球给塞了进去。他就是从外围溜进去了。戴廷恩把球交给强森，转身直接跳投。现在 Chris Johnson 已经打。